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If you get into a car crash or crash out after a long bender, you'll have to come to the hospital. But if you're Los Crashers, you jus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a dorm above the hospital. How cool is that? And they got this CD, Junkies on the Balcony. DIY, baby. Let's go check them out. Hey, guys. Hi. Hi. Well, it's not much to look at, but it rocks.不存在，就是我们为了摇滚乐，哇，我们很艰苦，我们坚持啊，这个东西很不容易，没有，我们每天很开心。当时起这名字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的乐队，还有他们，还有我们一些偶像，有些成名在洛杉矶，有些成名以后归隐在洛杉矶，很多人死于洛杉矶。我们当时也很向往那个城市，然后我们就想，取他那个 Los 前缀，用在乐队名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的音乐和状态又想。非常有冲击力、侵略性，然后进 crash 这个单词，然后呢 ，crasher 就是冲撞者，去冲撞那个城市，我们要把音乐带到那儿。虽然我们年龄会慢慢长大，然后变得所谓的成熟，但是我们依然会像你18岁的时候，听到摇滚乐唱片，想象你的偶像英雄一样。他们怎样去面对生活，面对处理一些事的一些思维方式问题，一些态度，一些音乐理念，一些生活理念，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要向他们学习。我觉得他就可以给我心灵的自由，因为我讨厌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种艺术表演形式里面存在，然后我感觉这个东西能给我那个无限扩大自由感，因为我缺乏自由，有竞技性成分在里边，这个东西就不好玩了。音乐呢，就是即使你生活中是一个 loser， 你很挫，你很，但你也有属于你的音乐，属于你的一种表现方式。摇滚乐就是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对，给任何人一个机会，最平等。你不要觉得，你是中国乐队，你天然的就把摇滚乐当成西方的东西。我很反感要把摇滚乐分成东西方的，然后你是东方人，你就不要做摇滚乐，你要走一条捷径出名，你就去拿把二胡，马上你就出名了，因为老外也对这个很新鲜。哦，不要抱着民族主义心态对待摇滚乐。我不认为我具备什么中国特色，没有，中国没有特色，因为中国的民族音乐都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我们汉人没有什么音乐，我们精神上已经断了。你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中东部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谈本土的什么中东方特色，这是扯淡。对，这是属于自欺欺人。北京这种地域文化，它很容易造成一种什么呢？就是拉帮结派现象很严重。它的市场竞争度不够。乐队很多不是靠实力说话，而是靠关系说话。乐队，新老成员之间并不是靠音乐去对话，而是靠拍马屁去对话。老成员需要拉拢小弟，建立以他为中心的一个势力范围。小成员呢，新成员又希望加入他这个势力，得到他的庇护，得到他的资源，为他给他一些机会。
这个真是一种很官场的行为，但是很不幸在摇滚圈也经常发生这种，都这导致就是说人都很浮躁，人都很像希望用捷径来获得成功，而不是花更多心思在音乐上面。中国的厂牌和唱片公司，相比去年不是相比之前状况，中国貌似很繁荣这个市场啊，各种各样厂牌，各种各样唱片公司在做摇滚乐，貌似欣欣向荣，但是这有点像次贷危机，它很快就要泡沫要破。他不考虑以后，他不考虑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他只考虑我今年能不能从这个乐队上挣到钱。这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做摇滚乐的这些周边的这些主办呀或者厂牌的一个现状，急功近利。很多唱片公司的人和主办，他并不是曾经的玩做过摇滚乐，或者是说一些资深的一些摇滚资深的摇滚乐迷，但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去研究过摇滚乐，凭自身对摇滚乐的这个素养去获得那个位置。恰恰是这些人能决定哪些乐队可以上这个演出，哪些乐队可以上那个音乐节，哪些乐队得哪个奖。就相当于一个匪徒，他不懂法律，但他却当了法官，你能想象后果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只是想靠某一两个大牌乐队、某一些唱片公司的 boss， 或者是某某摇滚界的一些大佬站出来，哇，我替你们改变，我要改变，这些要靠自己啊。你要不做一些东西，不说一些话，你要给后人树立一些榜样。当每个人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才会变好。对。